那我即係好好嘅，即係爭嘅嘢嚟嘅，同我好爭啊健太一樣啦。誒點樣轉十進數咧？長財轉七進數啊！長財一零二零三零四除以七啊！我除一除俾你睇先啊！一零二零三零四除以七嗱，個整數部分就呢個位嚟㗎啦，一四五七五七，咁餘幾多咧？減一四五七五七，咁減咗個整數部分，將佢再乘翻個第個個除數乘七，咁四點九九九咧，即係五嚟嘅。嗱，呢啲醒目啊啦，咁好啦，我好快進咧，做埋落去嗱，一四五七五七除以七，二零八二二餘幾多咧？係啦，三嚟嘅嗱，咁佢部機如果係四點九一九二點九一九，除咗除即係呢啲係純粹彎定嗰種出錯，即係嗰種問題嘅啫，就唔係你哋嘅問題嚟㗎。四，再除以七，二九七四除以七，四二四，六，再除以七，咁越除咧就越爽啦，爽個爽朗啊！我頂，四二四除以七。減六十乘七，係要部機，原來部機鎖咗，除以七，八，八未停得㗎，八未停得㗎，因為佢未細過七啊，七餘一等於一，咁樣 OK， 咁所以咧呢嚿數咧係咁樣數上去啊，咁樣數上去。一一四四六四三五，等陣我會做嗰啲 passive 咯，我做咗啲 by number 啲 passive 先嘅，我做咗 by number 呢個 passive 先啊，咁我先做其他嘅，好啦，如果十進十六進數咧，你哋會考嘅咧係考二進數、十進數、八進數、十六進數呢四隻，八進數都考㗎。好啦，咁呢個位咧，如果個 A 係十六進數咧，嗰啲數位 A 係代表十。B 是十一要記的自己要記的 C 是十二 D 是十三阿戰啊我想你應該沒問題的啦是不是你這麼鬼識勁是不是整個機腦這樣好了 EAF 即是什麼意思呢個 F 即是十五個 A 即是十乘十的六十六二乘十六的二次方好你按一按它六八七來的不是六八九啊六八七好了呢度我做完咗一 part， 咁我直接跳落去個 file number 嗰度，嗰啲頭先。